わがお、のげだけおだらん、わそのあさし、まんてんてん。私の名前は、日本時代、花井陽蔵と申します。中华民国是西昆仲嘛，叫原住民的叫白浪，原住民的名字。我是一旦，是我的名。这个名字呢，是继承我的母亲的爸爸的名字，中文是说是外祖父嘛，啊。那，巴瓦瓦隆是我出生的家，所以我身份证上面是一旦巴瓦瓦隆，来自南台湾的屏东县三地门乡大社部落，我们称这个大社部落的传统名字叫达瓦兰。我叫做德勒丹，哦，那德勒丹这个意思呢，它是指祖灵的居所，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圣物这样。那我是巴巴隆的小孩，也是算是比较晚辈的，也是在做创作跟文化方面的事情。哎，那什么，我妈是八村子的五五，我吃好了什么什么什么在那包瓦龙，哎这那包瓦龙上叫妈妈给他摆上呀，他给他摆了我这五五。白浪应该是白浪应该是更早以前哈，更早以前，因为是对峙的年代嘛，就是出草的年代，所以可能河谷那边的一群人是讲闽南语的，然后河谷这边的原住民是讲这个原住民话的，然后原住民这边呢听到那边的人在讲哦，黑勒西白浪。原住民这边呢，回部落以后呢，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一群人，就称呼他们说，哦，那个那些在讲白朗的那一群人，所以，就是，排湾族这边哈，称这个平地这边的，所谓闽南就叫白朗。我们巴瓦瓦隆家族，在部落里面，自古都是一群手艺比较擅长弄手做东西的人，这样子。对，所以在部落里面，通常都扮演着，如果用汉人的角度去看，会可以说是艺匠或者是工匠这样。对，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那通常就是就是祖父啊，或者爸爸，或者是妈妈、阿姨等等的，就是。从小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经里面，他们就常常做一些手做的东西，就是很多工艺啊，或者是艺术等等的，对，所以但自然而然小孩子也都会就耳濡目染在学，跟他们学嘛，对，然后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脉络，说我们在这个家族里面就是很擅长手艺这件事情。它是会一直延续，是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殖民，然后断了这个家庭学校。我所谓的家庭学校就是一个传承的这个脉络，从我的高祖父到我曾祖父，到我祖父，到父亲这边，他们的手艺，他们的这个先例，是被维系的啊。然后他们的所谓力学，美感。还有线条的形塑是有传承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儿子。那我也相信是已经是传承到他们的孙子。就家族的这个脉络，他们的就是这个承系的这个是没有因为这个大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而断了这个就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这个部分啊。可是他们一直是存续着，可能是曾祖父或祖父留给我父亲的这些手艺跟贤力，然后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也经历了国民政府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教育系统，他也学会了用传统的排湾族的笛音来吹奏国歌，可是原来的贤力他并没有把它断续啊，他原来的手艺也没有因为这个大的社会的所谓这个那个中国山水画，影响了他的排湾族的美感，那这个美感也传续到他的儿子，也延伸到他的孙子。所以，如果在家族的这个艺匠世家的这个脉络底下，
没有因为这个大社会的冲击影响或现代化的冲击影响而断，这个是这个家族还蛮清晰维系到现在的。这个空白期，阿公他们其实比较是属于被动的那一方，他们因为他们早古老人家的观念在古代说是比较是属于顺应这个世界潮流，对，这是排湾族的比较我们的民族性啊，对，比较会去适应这样。那这个空白期被填补回来，大部分都是叔叔爸爸那一辈在努力争取来的，包含到现在也还在努力争取这很多东西这样。对，那也因为有这些人的努力，所以也才造就我们这些后辈比较有相对他们来说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对，如果前阵子结婚嘛，那以往的结婚在古代传统习俗里面，在部落里面是几乎是整整一整个月，整个部落都在每天都在跳舞，就是那个结婚的会场通常是一个广场啦，那中间就会有一团火，然后周围都一直有人在吃吃喝喝啊，然后中间一定有人在跳舞，或多或少，然后从早跳到晚都会有，对，那个舞圈是不会断的，就是一整个月这样。对，那当然你在现代社会你怎么可能让人家请假请一个月就来部落跳舞而已，对啊，所以现在演变成现在它变成有一些比较快速的形式啊，就比如说就是当天就是下午跳个一场，然后跳两个小时，晚上也跳两个三个小时。对老人家来讲，家族是相对比较可以说比较慢、比较稳固、比较保守的一个力量，但是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他必须是很快速的去应对各种的变化，不管是危机或者是一些世界的事情这样。那我们家族要速度要很快，在部落的从小在部落长大的年轻人，他对于文化的一种韧性会比较可以掌握得住，对，是比较可以知道说要透过生活去磨练自己，去透过生活去让文化继续走下去这样。我比较属于算温和派嘛，我的创作就是比较讲快乐的那个部分的，对，那讲最多这件事情的是我父亲，对，他最多这种他的作品就几乎是在控诉这整个社会对原住民的不公不义这样子，对，那我自己的话比较是在于如何让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精神去变成是大家的共有的东西的普世价值等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这样子说。对，国画就是运动，这种东西真的是要很多人一起去推动，你没有办法出现一个什么指标性的英雄人物带领大家做什么找回文化什么等等那种运动，这个其实是要我们这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年轻人，我们善用电资讯，善用3C 善用科技这样子的年轻人，真的要更要有这种使命感，说要大家共同去做这件事情。那也许每个人的方向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些是有一点冲突的，可是总要做，你不做的话，这个湖水它就是一片平静啊，没有任何的波澜啊，所以变成是我们要出一点力，他要出一点力，然后有人要出一点力，让这个湖水就可以溅起很多的水花的。Thank you.
其实刚才有稍微听到说那个分享，就是他在他们这个年代大概就是一个归顺的年代嘛，因为也清楚知道自己的枪支不如那个大炮的那个年代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就是这个就是跟从顺从或者是学习那是父亲他们这个年代。不过到60年代以后前后很多的现代设施都进入到部落了嘛，像我的部落1971年开始有了电，那有了电气设备以后相对的有很多的现代的东西都跟着进来，电器、电视、冰箱、摩托车，在那个我父亲他们这个年代是非常欢迎这种东西，因为新的产物，然后可以取代很多的很多的便利性，或者是取代很多的那个什么刺激所以就非常非常欢迎。可是在欢迎的当下，我们并没有警觉到我们好像慢慢的在失去什么东西比方我们的建筑在60年代以后一直到80年代就很快速的，很多石板屋就是被汰换，换成铁皮屋换成这个水泥砖头就觉得那个原来的石板屋的这个千年文明好像也不值得留着，现代东西好像比较新潮就是这样的氛围底下就很快速的这些都改变，包括我们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语言等等那其实我讲的这个过程，其实全世界的原住民的情境几乎也都是这样，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冲击之下，就是这样的这个氛围所以就很快速的到90年代的时候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股原住民的社会运动的一个氛围，就是我们必须要说出我们想说的话比方我们的姓氏的问题我们的原来的名字不是三个字的汉字所结构起来的，而是我们世世代代本来就有我们原本自己的名的或者是命名的方式比方我们的土地的问题本来是原来是这个土地的所有人原地主，可是这个殖民的政府来了以后就变成我们是借这个土地的人所以但是我说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多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这样的氛围，然后这样的所谓这个新的知识被挖掘被酝酿成生命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反抗的这个动力那有的做社会运动街头运动，那有的做这个文化工作就是附赠的这个工作，那有的做教育的工作等等等等，但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我刚好就是这个背景这个年代是一个抗争附赠的年代那就再来就是进入到下面这个年代的时候，当然问题还在，可能那些问题都还没有被解决，可是可能也在寻找另外一种这个新式年代的一种叫做什么生活方式吧生活方式那生活的方式可能更多元化更科技化然后更稳健化，就是寻找另外一种稳健，那个稳健是自我认同背后的另外一种呈现，似乎在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的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面相是在寻找他的父亲那一代的东西他的父亲那一代的东西其实就是殖民前的一种完全的自我的本位那在他们的身上似乎也在寻找那个东西，转换到此时的空气的氛围。
没比那个热闹，走路呢不不容易，走路呢嘛得了了，走路呢得上啊上啊上啊，啊，得去弄到古代那啊，等个两面到昆明个木呢，木。他说，我当然的，我会希望我的所有的生命经验，你们都可以学习啊，就是承接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也源自于我的长辈们啊，那所谓的生命经验可能包括了他的所有语言呐、还有这个部落文化、或部落旋律啊等等，希望可以你们都可以承接学习啊，可是这样的这个愿望，可能也不会完全达到他自己的愿望，因为你们自己也有下一代，也有下一代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有他自己的生活兴趣，其他的学习，所以如果要这个承接所有的生命经验，其实就他的观看，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差异或不同点呢，主要是因为你们呢，就是讲我们这个晚辈们都很顺从的这个听从或学习啊，你们学了很多我们的手艺啊，也学了我们这个制作这些，还有吹奏这些笛子的这些知识，这是我所这个欣慰的啊，去错人啊，不可算，我感到欣慰的，而且也是我喜欢的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记忆，是被传承下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脉，我们有一个血脉，它直译，我们有点家母，我们有那个血，我们有那个血，所以，那个所谓的。所谓的传承系统是在那个里面被传承下来，所以拉到家庭之间或长辈晚辈之间的那个冲突性，我个人是会诠释说，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包容多元接纳的一个氛围里面在相互互动。你怎么看？对，说的没有错了，也是从小。我们这种家庭氛围会比较相对和谐一点，对，也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我也是有经历过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对，但是从另外一个点去看的话，就是我们的族群是很重视辈分这种东西，就是长幼有序，或者是你是来自于辈分比较大的家族或者是家庭等等，你辈分比较大的话，我就优先要先听命于你，但是当然不是说完全的臣服啦，对，所以潜移默化之间，像我们这种受过一点传统教育的人，在家族里面会比较重视这个东西，然后可能长辈说话或者是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不会去主动要出头的，除非他们叫我们出头，对，所以会有这个道理在，然后就会变成说。有些就是我自己观察了，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跟长辈们的相处，有些遇到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让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对，那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将来他们没有力气做他们擅长的事，再换我们去接手去做他们的事，对，所以他会变成是这种方式再去避开冲突，对，当然也会有冲突，也会甚至会有争吵啊等等的。对，可是到最后的解决方法大概都会类似这样，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子是这样子去选择的。